看一下，这是咱们家的鸵鸟。一只鸵鸟成年可以长到300多斤，一枚鸵鸟蛋都有3斤多重。鸵鸟抗寒耐热，耐初始，适应南北方的气候。有喜欢、想了解、想养殖的朋友，留个红心，加个关注吧。看一下，这是咱们家的鸵鸟。一只鸵鸟成年可以长到300多斤。